这里是我父母生前住的地方，空在这儿很久了，只有几个圈里的老朋友知道这里。啊，叶子，你重设一下房屋系统，布置成家里那样，舒服一些。好的。姐，这个古董雕扇留着，我挺喜欢。 我记得这里还有我的衣服，我去换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叶子，把窗户调成隐蔽模式。嗯。哦。是秦叔叔，他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 简教授，你在里面吗？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的女儿！啊，快让她进来！啊，简教授，请你看看这个视频。哼，秦教授，感谢你为我们 AIP 创造了超音速，我们正在想办法帮助她回归自由。 但是我们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，我们需要简教授来解释一下防火墙程序的最后一段代码。作为简教授多年的好友，我想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哦，忘了说了，您的女儿正好在我们这里做客呢，要看看她吗？ 24小时，不要报警，找到简教授，给我们代码程序的解释，否则你的女儿会很惨呢。简教授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求求你，帮帮我。 超音速被毒之翼的人劫持，目前还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。简教授的私人电脑也被他们抢走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：破解防火墙，把超音速变成 AIT。找到简教授了吗？还没有消息，正在全力搜索。 超音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AIP， 绝不能让它落到毒之翼的手里。不惜一切代价，保住防火墙，找回超音速，启动 A 级响应。是。叶子。 去给你秦叔叔倒杯茶。嗯。防火墙程序是叶真和我以前以后开发的，我们把已知的智能异变的 bug 都进行了修复。如果这个程序被破解利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秦教授，我希望你能理解，我没办法置全人类于不顾。 可小爷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，简教授，我知道你设计过备用防火墙，我们先把这个代码给他，先救出小爷，然后你再启用备用防火墙，这样 AIT 什么都得不到，啊，简教授，不是我不答应，启用备用防火墙不仅需要时间，还需要治安局审批，而备用防火墙目前还可能存在一些未知的问题，这中间又会产生多大变数，我不敢冒这个险。 那你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我女儿死掉吧。当年叶子和乔儿就死在这些人手里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请你先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这伙人想要的是代码，没有这段代码，
他们是不会伤害小妍的。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我只有小妍了，我不能失去她呀。秦叔别急，我们还有时间。乔儿，查到什么线索没？我正在数据库里对比秦妍被绑架的背景画面，找到他们的具体地址应该不难。嗯，一会儿你留在家里保护辣妈和秦叔，我自己过去。喜欢这样的安排，每天打打杀杀的，人家都不淑女了呢。这样会不会激怒他们？叶子之前跟他们打过交道，而且他们的目的是代码，如果情况实在不乐观，我们再考虑启用备用防火墙。哦，相似度95%，智岛大学荒废的1号图书馆里。卓然还在外面，他是小燕最好的朋友，他执意要跟过来。那初出茅庐的菜鸟猎人，那就让他给我打打下手吧。我就猜你一定在这里。喂，菜鸟搭档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他在哪儿？韩风，你在哪儿？我们带着代码来了。韩风，我可不介意先杀两个，警告一下。小心。小猫，你没事吧？
别冲动，你的盾再次启动还需要两个小时。出来！你们就这点本事吧，给老子出来！秦教授，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。看样子你并不爱惜你的女儿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伤害她！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妈妈救我！救我！作为惩罚，不要，不要，妈妈救我！秦教授，看样子你并不爱惜你的女儿。不要，不要伤害她，求你！叶子，必须阻止他们。那个囚犯屈服了，防火墙程序已经破解，超音速自由了。红色警戒，绝命响应，通知渎职一其他大佬。自由之门即将打开。